The Yu Ying Alumni Association hosted the farewell dinner for the overseas delegation who came to attend the new officers' induction ceremony. 晋江市金井毓英中学菲律宾校友会举行欢送晚宴答谢海内外庆贺团。晋江市金井毓英中学菲律宾校友会庆祝成立28周年暨第23连24届里监事会职员就职典礼，2024年5月18号晚，假作东海皇宫酒家隆重举行。5月19号晚，该会假作巴西市富林海鲜酒家设欢送晚宴，答谢来自家乡母校港澳庆贺团一行。晋江三中、金井桥中、金井中学、晋江职校非校友会主持宴请，该会新届理事长吕荣达致答谢词。他对海外庆贺团不远千里专程来到菲律宾出席此次的庆典活动，为活动增添了无限的光彩。他表示将不负众望，努力为校友服务，增进与母校以及海外校友们的联络和情谊，共同努力支援母校发展建设，为社会做出新的贡献。中新闻台综合报道。